根据假期人流公司可以轻松推算出人流的最高峰会在提前一天晚上，那么我只要提前2天半就可以错开高峰。还好我是个聪明人。喂，全是聪明人啊！不玩了，这月饼也吃完了。哎，六哥来了，先别急，我承认。Daddy， 你这个 five， 让爸爸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这些自以为聪明人都会提前2天出发，那么只要我们运用逆向思维，开学当天早上出发，就是返校的最佳时机。哎，跟我一样聪明的，居然还有这么多呀！哎呀，爸，抱歉，我请个假，我都迟到2天了。哥哥，没事，老师也堵着呢，要不请下车走回去，感觉会快一点。100年前的大学生攀比，子敢兄，看见了吗？我的论文登上了校园周刊，厉害啊，文博兄！但我的论文可是登上了新青年杂志哦，全国老百姓都看得到。但是我呢，更具有学术性啊，可我的呀，更具有大众性啊。当今大学生的攀比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100年前的大学生潮流，死后如今没有炬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。这篇白话文写得太棒了，简洁明了，直戳人心啊！没错，我们应当大力推崇白话文，这才是今后的潮流啊！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当今大学生潮流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是冰山甜蜜蜜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是冰山甜蜜蜜。100年前的大学生焦虑，当前苦难当头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我们作为大学生啊，我们应该带头做点什么。没错，我们不能再停留在理论思想层面了，我们要付诸于实践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当今大学生焦虑，哎呀，脸上又长痘痘，好丑啊，我觉得自己好丑啊。不行，明天我就要去做个肋骨皮，好焦虑啊。你的好舍友 Nice， 我做 MVP 啊，打人机啊，排位，我这把打6万伤害，伤害最高。这边得有多菜啊，青铜局啊，我也打得好，好不好，我一次都没阵亡过。哎，哦，原来是偷偷躲在队友后面当混子啊。哇，这么狗啊，你过来看我录像，我跟你讲。行行，知道你厉害了，行了吧。哎，厉害厉害，炸。哎，我有老公，我女朋友出去吃宵夜，要不然你带一份啊？哦，不用了。哦，你们听懂我的重点吗？我的重点是我有女朋友了，女朋友，女朋友，女朋友。100年前的大学生潮流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你们看了最新一期的《新青年》杂志吗？我们都看了，尤其是这一篇《科学与民主》，这才是我们之后要追随的道路。既然大家都有这个想法，那我们一起去投稿吧。好啊。当今大学生潮流，你给我搞了套粉卷家具，你来我家玩玩呗。谁跟你玩？连超级浪虎都没有。你来嘛，哎呀，你来嘛，别把我的牛，你来。哎呀，谁把我牛偷了？100年前的大学生格局，眼下我们得放眼全世界，寻找到最先进、最科学的理论，作为我国的思想指导，方可救国啊！没错，但思想启蒙不应该仅限于精英阶层，工农阶层才是至关重要。说得太好了，咱们彻夜长谈，一醉方休。当今大学生格局，哇，你看我抖音破100个粉丝，哎呀，成网红了，怎么这辈子都不愁了？你是不是偷吃我火龙果啊？我现在是网红，犯得着吃火龙果？高考前的上课态度。哎，涂哥，你干嘛了？啊，上课啊，干嘛？现在暑假上什么课？还有一节上班时4小时52分42秒就要开始新的学期第一堂课了，不能赶紧进去预习啊！大学后的上课态度。哎，我们这学校是哪里啊？不知道，我哪知道？我哪知道？啥课？我这啥课？我是哪个学校来的？